比昨天还累是吗？太累了，就把它拉上来累是吧？拉，走过去再拉回来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。先放松一点，喝冰的。不喝，不喝。冻柠茶。我喝，喝，吸几口气。你先把摘了吧，不然太闷了。累死了吧你？死了。哎呀，先别死，待会儿见完螃蟹再死。鹏鹏，你去我那洗吧。我先不洗，我先吸几口气。这个我们要怎么弄呢？要把它摘下来是吗？烧了它们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刚路上想了一千种弄死它们的办法，烧了它们。然后呢，网正好也没了，螃蟹也熟了。连网一起烧啊？对，连泡沫一起烧。别吧，啊，你这个智慧的小脑瓜。我洗个澡啊。我也来搞一下螃蟹。嘿，哎呀，有点意思。看这个，啊，可以。哇，这还真是有不少。哎，这蓝的我来也是凶的，我喜欢凶的。你凶我，你凶我也凶。这螃蟹肯定很郁闷啊。但我们放了一条蟹。放了条蟹。对，那个大师告诉我们，就是它是有很多很多的籽，然后说像这种的话，他们一般都会放生。哦，就它还要生小吗？对。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也很多籽。妹妹，你看这个是不是这种？哎，还活着呢，给它放了吧。好。不动了，哎，动了，你动了，我，哎，石头附近。你快走吧，它刚刚动了。